台南市慈利时尚美考管理协会趁着圣诞节来临进行，是结合着加油站咖啡厅的空间来举办了幸福手作圣诞国际活动，邀请了亲自做过来做精油的塑本，而且嘛利用这个零元以后的咖啡杯啊来做手工花的盆栽，吸引上百位民众到场参加。长期关心绿色，协助妇女培养第二专长的台南市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在理事长王丽婷率领，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爱心团体，在玉屏加油站嘉宾广场举办手作 DIY 以及防疫妇幼保护双德活动。所以今天在这个圣诞节即将来临之前哦，他又接了一些团体啊，做一个就是 DIY。是要透过 DIY 也让你再一次的知道说手工香皂是怎么做，我说你把它培育好的话，它也是第二的专长，有想也会机会再进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然后也同时带动亲子活动，这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们防疫新生活完之后呢，大概应该希望生活舒压疗愈的部分，所以我们才会想说规划这个手工皂的课程，还有这个我们喝完的咖啡呢不要丢掉，还有我们咖啡渣也不要丢掉，我们把它晒干，然后放一些我们粗盐，好避免我们咖啡长霉，然后来种这个干燥花，然后这是我们的香皂花，它可以让它持续两年的时间，那最重要它是可以美观，放在家里面可以驱蚊，然后对我们的一些环境可以改善，然后这个精油皂呢它本身就有分多精，那也可以疗愈我们的心情，然后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呢，还是说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可以接受舒压，所以我们把生活的舒压的课程规划在我们这次一个公益的一个免费的 DIY 的手作课程。活动当天天气较寒冷，伫爱笑瑜伽协会开张舞空洗手歌宣导，真侪亲子拢对咧动起来。原本有近100个亲子，因为报名相当的踊跃，主办单位追加到将近200位，因此林泽辉盆栽空精油手工塑本分开授课，让每一位亲子感觉拢真欢喜。主办单位趁着圣诞节来临进行，举办林泽辉盆栽空手工塑本制作，全面舒缓疫情，伫厝里郁闷，另外也为准备来临的圣诞增加了欢乐的气氛。记者宋英和安平区采访报道。